圣入梦且经清意，大圣入梦且经去欲至待闻。摩罗山顶，既最崇而最严，梦且成中而难入，先佛宏轩之底，囊圣修行之所，原有成主号罗婆那，成宫殿以业尊严，奏乐因而其妙法，因满以表清，至藏海以明宗，所言入梦且经者，斯乃诸佛心量之玄殊，学经理乎之妙见，广欲优止，洞明深意，不生不灭，非有非无，绝去来之二途，离断肠之双直，以第一义地，则最上妙真，体诸法之皆虚，之前境之如幻，混假名之分别，等生死与涅槃，大会之问出尘，法王之至思发，一百八亿因实相而离世间，三十九门破邪见而宣正法，小名相之定假，虚妄想之迷津，一正智以会真如，不缘起而归妙彼，静风既起，是浪方成，三自性皆空，二无我之明，入如来之藏，有解脱之门。原此经文，来自西伯，智若原家见好，跋陀之意未弘，延昌纪年，留之之意多揣，阵前思父主，情皆少龙，以九世元年岁次庚子，临终纪律言帝思臣，于时必属鸡，观风水，三阳宫内，众出思经，讨三本之要玄，成七卷之乐教，三藏沙门与田伯僧时差难陀大德，大福仙寺僧富利等，并名追安远，得气藤兰，其龙树之方游，探马名之逆府，借香玉绝花其腹，一株共庆月同源，不能乐达充为，发挥奥泽。以长安四年正月十五日，善且云笔，自为匪国言写规章，故四变而多残，沾意盛而忘策，难为资俗之请，详深太末之文，慈着礼乖，弥曾慧女，夫依此经为妙，最为稀有，所记破众昏之暗，传灯之巨不穷，眼流注之功，扭泉之意无尽，提木品四列于后云，大圣入楞伽经卷第一大周于田伯三藏法师时差难陀奉义罗婆那王劝请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大海冰摩罗叶山顶楞伽城中，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众聚，
其诸菩萨摩诃萨悉以通达五法三性都是无我善知境界自心现矣尤其无量自在三昧神通诸理随众生心现种种行方便调伏一切诸佛手冠其顶皆从种种诸佛国土而来此会大慧菩萨摩诃萨为其上首二十世尊于海龙王宫说法过七日已从大海出有无量亿梵世护世诸天龙等奉迎于佛二十如来具目观见摩罗也山楞伽大乘即变为笑而作是言其诸如来因正等觉皆于此曾说自所得圣智正法非诸外道亦度邪见其以二圣修行境界我今已当为罗婆那王开示此法二十罗婆那夜叉王依佛神力闻佛言音遥知如来从龙宫出但是护是天龙围绕见海波浪观其众会葬使大海境界风动转是浪起发欢喜心于其城中高声唱言我当一佛请入此城令我及与诸天世人于长夜中得大饶益作是寓意即与眷属成花宫殿往世尊所道以下殿右绕三匝坐众祭月供养如来所持乐器皆是大清音陀罗宝琉璃等宝以为坚绰无价上衣而用禅果其声美妙音节相合于中说记而赞佛曰心自信法藏无我一见受正智之所知愿佛为宣说善法即为身正智常安乐变化自在者愿汝楞伽城过去佛菩萨皆曾住此城此诸夜叉众一心愿听法二十罗婆那楞伽王以都加音歌赞佛已复以歌声而说颂言世尊于七日住摩诘海中然后出龙宫安详生此岸我与诸女及夜叉眷属书家梭拉那众中聪慧者悉以其神力往一如来所各下花宫殿里尽是所尊复以佛威神对佛称起名我是罗刹王时受罗婆那经来一佛所愿佛摄受我及楞伽城中所有诸众生过去无量佛前生宝山顶住楞伽城中说自所正法世尊亦因而住彼宝岩山菩萨众为绕眼说清净法我等于今日即住楞伽众一心共欲闻离言自正法我念取来世所有无量佛菩萨共为绕眼说楞伽经此入楞伽典其佛所称赞愿佛同往尊亦为众开眼请佛为哀悯无量夜叉
众入彼宝言成说此妙法门此妙楞伽成众种宝言是强彼非土石罗往昔珍宝此诸夜叉众其曾供养佛修行离诸过正之常明了夜叉男女等可养于大圣自性摩诃眼力乐令他住为愿无上尊为诸罗刹众瓮耳等眷属往亦楞伽成我于去来经情供养诸佛愿闻自正法究竟大圣道愿佛哀悯我及诸夜叉众供诸佛子等入此楞伽成我宫殿女及一诸璎珞可爱无忧缘愿佛哀那受我于佛菩萨无有不舍物乃至身得是为愿哀那受尔时世尊闻是语已即告之言夜叉王过去世中诸大导师前哀悯汝受汝训请一宝山中说自正法未来诸佛亦复如是此事修行甚深观行见法乐者之所住处我及诸菩萨哀悯汝不受汝所请作事欲以默然而住是罗伯那王即以所成妙花宫殿奉施于佛佛坐其上王及诸菩萨前后倒从无量女歌有赞叹供养于佛往一比成到比成矣罗伯那王及诸眷属复作种种上妙供养夜叉众中同男同女以宝罗网供养于佛罗婆那王师宝璎珞奉佛菩萨以挂其颈二十世尊及诸菩萨受供养矣各为略说自正境界甚深之法时罗婆那王并其眷属复更供养大会菩萨而劝请言我今诸大事奉问于世尊一切诸如来自正智境界我与夜叉众及此诸菩萨一心愿欲闻是不贤劝请汝是修行者言论中最正是不生尊敬劝汝请问法自正清净法究竟入佛比于外道二胜一切诸过失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于彼山中复更化作无量宝山吸一诸千百千万亿妙宝岩石一一山上皆现佛身一一佛前皆有罗婆那王及其众会十方所有一切国土皆于中现一一国中期有如来一一佛前前有罗婆那王并其眷属楞伽大乘阿书家园如是庄严等无有异一一皆有大会菩萨而心请问佛为开示自正智境以百千妙音说此经已佛及诸菩萨皆于空中影而不骗佛陀那王为自见身住本宫中做事思维向者是谁谁听其说所见何物是谁能见
佛及国成众宝山林如是等物经何所在为梦所作为幻所成为复犹如前他佛成为已所见为言所获为如梦中时女生子为如烟焰玄火轮也不动思维一切诸法性皆如是唯是子心分别境界凡夫迷惑不能解了无有能见亦无所见无有能说亦无所说见佛闻法皆是分别如相所见不能见佛不起分别是则能见时梦且王寻即开悟离诸杂染正为自心住无分别妄习所种善根力不于一切法得如实见不随他悟能以自至善巧观察永离一切意度邪解助大修行为修行师现种种身善达方便巧知诸意上增进香常乐愿离心以意识断三相续见离外道执着内自觉悟入如来藏去于佛地闻虚空中及宫殿内闲出声言善哉大王如汝所学诸修行者应如是学应如是见一切如来应如是见一切诸法若意见者则是断见汝应永离心以意识应勤观察一切诸法应修内行莫得外见莫入二圣级以外道所修具意所见境界即所应得诸三昧法汝不应乐气论谈笑汝不应起为陀诸见亦不因着王位自在亦不因住六定等中若能如是即是如实修行者行能摧他论能破恶见能舍一切过见执着能以妙慧转所依是能修菩萨大圣之道能入如来自证之彼汝应如是勤加修学令所得法转更清净善修三昧三摩底莫得二圣外道境界以为圣乐如凡修者之所分别外道之我见有我相即时求那而生取者二圣见又无宁缘行于性空中乱想分别梦且王此法书圣师大圣道能令成就自正圣旨于诸有中受上妙生梦且王此大圣行破无名义灭世脱浪不堕外道诸邪行中梦且王外道行者执着于我作诸议论不能演说离执着见事性二义善哉梦且王汝先见佛思维此意如是思维乃是见佛二十罗婆那王
不作是念。愿我更得奉见如来。如来世尊于观自在，离外道法能说自正圣智境界，超诸应化所应作是。助如来顶入三昧乐，是故说明大观行师亦复名为大哀鸣者，能烧烦恼分别清净，诸佛子众所共为绕普入一切众生心中，遍一切处举一切止，永离一切分别是相。我今愿得众见如来大神通力，依得见故，未得者得以得不退，离诸分别主三昧乐，增长满足如来智地。二十世尊，知楞伽王即当证悟无生法忍，为哀你不变现其身，令所化事还复如本，时时投王见所曾无量山成七宝庄严，一一城中皆有如来应正等觉，三十二相以言其身，自见其身遍诸佛前，昔有大会夜叉围绕说自正智所行之法，亦见十方诸佛国土，如是等是悉无有别。二十世尊普观众会，以慧眼观非肉眼观，如狮子王奋训回起欣然大小，于其眉间必丢紧急一间被得子之中，一一毛孔皆放无量妙色光明，如红辉如玉疏光，亦如结火猛焰炽燃，时虚空中范是四天，遥见如来坐如须弥梦且山顶欣然大小。二十诸菩萨及诸天众前作是念，如来世尊于法自在，何因缘不欣然大小，身放光明默然不动，住自正进入三昧乐，如狮子王周回不使，观罗陀那念如是法。二十大会菩萨摩诃萨先受罗陀那王请，不知菩萨众会之心，即观未来一切众生皆喜乐这语言文字，随言取义而生迷惑，只取二圣外道之行，或作是念：世尊已离诸世境界，何因缘不欣然大巧，为短彼疑而问于佛。佛即告言：善哉大慧，善哉大慧，汝观世间溺诸众生于三世中恶见所缠，欲令开悟而问于我，诸智慧人为利自他，能作是问。大慧，此楞伽王曾问过去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二种之意，今亦欲问未来意耳。此二种业差别之相，一切二圣及诸外道皆不能测。
或时如来之梦，且王欲问此意，而告之曰：梦且王，汝欲问我疑因素问，我当为汝分别解释，乃汝所愿令汝欢喜，能以智慧思维观察，离诸分别，善知诸彼，修起对治正真实矣。入三昧各为诸如来之所摄受，住奢摩他乐远离二圣三昧过失，住于不动善慧法云菩萨之底，能如实知诸法无我，当于大宝莲花宫中以三昧水而灌其顶，复现无量莲花围绕，无数菩萨于中止住，与诸众会必相沾识，如是境界不可思议。梦且王，汝系以方便行住修行地，复起无量诸方便行，汝定当得如上所说不思议事，处如来为随行因故，汝所当得一切二圣及诸外道但是天等所未曾见。故尔时梦且王，蒙佛许意，即于清净光明如大莲华宝山顶上从坐而起，诸女众之所围绕，化作无量种种色花，种种色香墨香湖香床三浅在灌配璎珞，其余世间未曾见闻种种圣妙庄严之举，又复化作欲界所有种种无量诸音乐器，过诸天龙前他国等一切世间之所有者，又复化作十方佛土席所曾见诸音乐器，又复化作大宝罗网遍覆一切佛菩萨上，复现种种上妙衣服，建立床幡以为供养，所事事以及生虚空高七多罗数，于虚空中赋予种种诸供养云，作诸音乐从空而下，即作第二日电光明如大莲花宝山顶上，欢喜恭敬而作誓言：我今欲问如来二已，如是二已，我已曾问过去如来因正等觉，彼佛世尊以为我说，我今亦欲问于是意，唯愿如来为我宣说。世尊，变化如来说此二已，非根本佛，根本佛说三昧乐境，不说虚妄分别所行，善哉世尊于法自在，唯愿哀你说此二已，一切佛子心皆乐闻。故尔时世尊告彼王言：汝应问，我当为汝说。十夜叉王更着种种宝冠璎珞，诸庄严具以言其身，而作誓言：如来常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云何得舍此二种法，何者是法，何者非法，法若应舍云何有二，
有二级堕，分别相众。有体无体，是实非实。如是一切皆是分别，不能乐之，阿赖也是无差别相。如矛盾住非静止静，法性如是云，何可舍？二十佛告孟伽王言：孟伽王，汝既不见平等无常败坏之法，凡夫于中妄生分别，汝今何不不如是之法与非法差别之相？此是凡夫之所分别，非正智见。凡夫不在种种相中，非诸正者。孟伽王，如烧宫殿园林，见种种焰火性是一，所出光焰由心力不长短大小各个差别，汝今云何不如是之法与非法差别之相？孟伽王，如一种子生芽，今之叶及一花果，无量差别，外法如是，内法亦然。为无名，为人生运界处一切诸法，于三界中受诸取生，有苦乐好丑与莫心止各个差别。又如诸事相虽是一，随于境界有上中下染净善恶种种差别。孟伽王，非但如上法有差别，诸修行者修观行时，自至所行亦复见有差别之相，况法与非法，而无种种差别分别。孟伽王，法与非法差别相者，当知悉是相分别故。孟伽王，何者是法？所谓二圣及诸外道，虚妄分别说有时等为诸法因，如是等法因舍因离，不因于中分别取相，见自心法性则无执着，平等诸物凡于所取本无有体，诸观行人以提摄纳如实观察，明舍诸法。孟伽王，何者是非法？所谓诸法无性无相永离分别，如实见者，若有若无如是境界彼皆不起，是名舍非法。复有非法，所谓兔脚石女儿等，皆无性相不可分别，但随世俗说有名字，非如平等而可取者，以彼非世事之所取。如是分别亦应舍离，是名舍法即舍非法。孟伽王，汝先所问我已说尽。孟伽王，汝言我于过去诸如来所以问是义，以诸如来以为我说。孟伽王，汝言过去但是分别未来亦然，而我亦同彼。孟伽王，彼诸佛法皆离分别，依出一切分别起论，非如色相为智能证